离开你是什么最是错心疼我是软弱。本来想照相的，然后最后我们跑去上天，然后就没有帮他找，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在哪儿。The final exam for scuba diving, and four of them fail. Is it a language thing or what? I think they did not put enough effort. They got the DVD. They should have studied, right? Yes. So if they are not, you know, determined and focused, then I don't want to work with them. 我们这次让四个不合格的女生重考一遍，目的是为了让她们知道在水底要做的东西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Okay, girls, let's go through this together. Just take it slowly. Because this time, it's only 1 minute. I think you're easy, and then finally you can pass. We can't say that the model is...吸着那个助氧的那个帮助呼吸的那个管子，然后去进行拍摄。他们都是要憋气，然后就吸一股很深的气，然后就抛着它，然后在里面做各种的 pose 和动作。所以说这个有一定的危险的程度，所以说每天都要训练他们。模特们无故缺席，我们都非常生气。有谁没有收到短信说我们去训练？有谁没有收到这个短信？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出现，并且没有一个人回复我 ？Jessie， 他凭什么要这样子啊？他前一天晚上，他12点左右才开始给我们发信息，那个时候我们早就睡了，好不好？谁知道啊？电话没钱了，电话没钱，那你知不知道应该要回来的？很显然就是两个制片的问题嘛。如果他有安排好的话，不可能这样子。还有一个事情就是，迪瓦，你不清楚你现在是做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做工作性质是什么。保姆、化妆师、常务、经纪人，什么东西都要我做，你当我是神啊？我又不是哪吒。应该是 make artist 吧？你应该给每个人化妆。我很少见到你给所有的猫都化妆。这之前你们说是一个真人秀，除了拍硬照的时候需要我，从来没有人那样跟你讲过。在拍东西的时候，你知道吗 ？Maker Body 一直要跟着的，你从来没有按时出现过。我来得及告诉你们 ，Ready， 去 Ready， 马上去 Ready， 就像那天在铺里拍的一样，马上就6点了，五点这是你自己的工作，你给我15分钟，你应该把他们给安排好的吗？我怎么安排你突然间开会，突然间化妆，你什么东西都是突然来的，我哪有那么多突然的？我要。神经的，他一天到晚就说人家不专业，然后这个专业那个不专业，他自己根本就一点都不专业，他连潜水证都没有，他有资格说人家专不专业吗？那你这样的话，你也可以回家了，真的。真他妈的太扯了，时间没有约定好，然后就只告诉我们有什么东西，然后什么都不安排，什么东西都丢给我们自己做。我看到 Diva 跟 Jessie 这样子，他们两个现在感觉像站到了两个对立面上。但是我不确保接下来的行程是不是能够如期的完成，因为我对那两个 producer 已经一点信心都没有了。现在我们其中有几个人哈，浮力太大了，往泳池底部潜的时候有些困难，所以说我们在泳池呢装了一根铁环，然后你们往下走往下潜的时候呢，可以顺着这个铁环往下潜，这样就简单很多了。第一次的浮力训练 ，Coru 一如既往的表现不错 ，Gigi 也很容易潜到水底。Tiffany 表现的不是很好，为了抓住最后一次机会留下来，他格外努力。红狮，他是嘴呀，优雅，那个红狮。优雅的浮力很大，潜到水底花了很长的时间。Tina 现在才能下到那个地方。Tina 因为不会游泳，潜到水底非常的困难。不过他已经算很好了，不要鄙视他好不好？因为他还没下到。
next day was full of struggle, but Yo-Yo and Kiki trained most dedicated, and they actually stayed some extra time to complete the exercises. So photo shoot it is.但是呢，表现不起来，所以我们必须得对一些人说 sorry。